其实也很谢谢教练团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一直在这个球场上享受这样。我会一场一场比一场还要进步，希望可以带领球队拿下胜利这样。真的是有不一样。那投手的部分，这是陈柏豪，我出棒了，飞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好，那现在能不能够关门成功啊，就要看到新同学陈柏豪今年来到乐天桃园啊，真的展现了他的一个价值啊，在陈俊秀转队的这个补强选秀里面啊，那乐天的确就是针对牛棚选择了陈柏豪，整个东盟投当先发投手完之后啊被选走了啊，说他心里也是会还是想要当先发投手了，就打高了，在中外也在处理哦，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遭到了接杀，掉的分数，后援的这个调动，哦哟，这一个高脚地的速球，这投球都带杀身的三振的郭彦文接住。陈柏豪本季到目前为止呢，出赛了七场，投了七局，有两次的中继成功，一次的救援成功。这一把右半边非常深远的飞球，来看看最终的落点进这球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捏了一把冷汗呐、啊，好两坏。接球拉回来，在右半边野手出去接球之后呢，要抛给补位的投手 ，out 了。对方打出去外野的飞球，这个距离是不够的了，已经遭到了锁定，接杀出局，再见接杀，哇，好紧张哦！这种满垒的情况下，陈柏豪顶住了，这是个好球。魔音的这个感觉，他为什么会跳一下？结果跑到外角去了，潇洒哥来了，稳稳的把他给接住，两出局。哇哟，第一个球反方向的飞球又是被掌握住了，再见接杀。陈柏豪是要上来再做关门的工作了，因为他现在就是球队所排定的这个守护神了。这帮打得还蛮强的，不过飞的距离反而多一点还不行，急换了很多人。Check swing， 哦，这个球投进去了，拉弓箭，哇，申浩伟是第二洞才有反应，就可以了。带起来，就是由冯建廷已经伸手说，我来处理了。在这个半局，乐天队换上来的守护神陈柏豪啊，准备要来关门了。中心棒是有打击的机会，这个九局下半也会非常的精彩。这一棒右边方向一垒手拦截住之后，抛给不赖投手小黑，脚程蛮快的，但还是遭到了自杀一球。游击区的滚地球接球之后传一垒，两出局。那同时，在最后一位打者是最后的希望是林安可啊，今天前面三次打击都被三振啊，打第一球右边方向，哇，打在布阵里面，二垒手接球之后传一垒，刺杀了打击的林安可，结束。郭彦帝今天又投了七局，没有失掉分数啊，拿下了今年赛季的第三胜。